期叫柯迪，突然换名了，改名了，我说崔健凯，柯迪崔永凯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操，真的太像了，是。而且都显得非常高了，对，都是那种就是防守好一些的球员。在最后的一次进攻区块，诺瑞也是上来的，真的做了一个下抢，打了一个西班牙挡拆进来了。